扶贫致富在2011年4月至7月举行了一系列有关贫穷问题的研讨会， RTV 就这个议题制作了一共8集的专辑，并请来来自各界界别的嘉宾就这个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有兴趣的朋友请留意 RTV 的网上更新。大家好，欢迎收看时事一丁，我是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杨俊贤。今天我想和大家讨论的题目是政府复建居屋的问题。特首曾荫权先生早几天在澳洲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他都觉得香港的楼价现在是挺得人惊。甚至有消息指示，曾荫权已经开始向政府的下属提出命令，希望他们可以找到新的土地以兴建新的居屋。听到这个消息，我相信大家一定很高兴。我都不例外，因为我觉得住屋的问题对于香港人来说实在太重要了。在中国人的文化里面有一个安乐窝，尤其是一个自己的安乐窝，可以说是极其重要。所以很多人死坑死底辛辛苦苦工作这么多年，都不过是换取一个自己的斗。而事实上我相信政府是不可能不知道，在现在发展的民怨里面有很重要的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因为现在楼价实在太高了。很多现在供楼的这个市民死坑死底这么多年，就是为了供一层这样的楼，希望有一个自己的斗。有很多后生仔啱啱出嚟做嘢，望住自己份量，根本就见唔到有边一日可以真真正正有能力上车。喺呢个时候，又点可以讲俾佢听佢哋有希望呢？佢哋会点样谂呢？所以我觉得喺中国香港呢个文化里面呢，我哋好难够唔正视呢个唔同嘅居民住屋嘅问题。住屋问题唔解决，一定会产生好多其他相应嘅社会问题。但系喺呢个时候，我哋就不得不諗一諗啦，點解政府竟然會去到今時今日先肯承認樓價係過高呢？之前咁耐一直都唔肯承認嘅原因又係點呢？我哋可能相信政府係竟然咁後知後覺。而事實上，我理由相信政府有咁遲先至可以承認樓價過高，甚至先係開始慢慢計劃復建居屋，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好驚樓價會大幅滑落，重蹈當年85,000嘅覆轍。所以，但事實上我哋可以見到啦，而家嘅樓市咁熾熱，大部分嘅需求並唔係來自我哋嘅星斗市民。試問你身邊見到幾多星斗市民有能力可以買到而家喺報紙、電視、雜誌度見到啲美輪美奂嘅新屋呢？早前就有報章曾經作出估計，大部分甚至三成至四成嘅呢個買家根本就係來自大陸嘅炒家或者投資移民嘅投資者。喺呢個時候可以見到，其實而家有嘅樓房根本就係與居屋所推出嘅樓房咧，係完全兩個市場嚟。因此，我好相信，即使政府復建居屋，其實對一般嚟講嘅樓價咧係並無大影響。始終我哋作為一個星斗市民，望住嗰啲咁嘅豪宅，根本就唔係我哋可以望到、我哋可以買得到嘅一啲貨品。但事實上，即使居屋可以解決呢個問題，我哋都不禁要問一問，究竟點解政府咁重視高樓價呢？樓價有咩咁重要呢？點解咁驚樓價冧呢？事實上，我覺得歸根究底，問題在於政府一直所秉持嘅呢個高地價政策。喺香港政府一直嘅運財理念裏面，一直以嚟我哋都係以低税聞名於世界，亦都係以低利得税啦，或者低嘅唔同税收啦，希望吸引唔同嘅外商、唔同嘅商人嚟香港做生意。但事實上，税收咁低係好難維持一個社會嘅高，因為政府咁大嘅開支。於是政府喺香港嘅呢個情況裏面咧，有好大部分嘅收入咧係來自賣地嘅收入。於是高地價就無可置疑地成為政府一個好重要政策。但事實上，高地價政策係咪真係咁適合香港咧？係咪咁無可置疑咧？我相信唔係。喺香港嘅情況下邊，有好多問題正正就由高地價政策而引申起嚟。舉個例啊，喺高地價政策裏面，根本上低税政策裏面受惠嘅就係商人。但係嗰啲佢要靠高地價政策補救翻香港政府嘅開支嘅時候咧，買樓嘅正正就係我哋呢啲星斗市民。所以某意義上嚟講啦，其實高地價政策正正就係促進咗香港貧富懸殊嘅問題。我哋著數咗嘅係商人，吸引佢嚟投資，但係負抄嘅正正就係我哋。喺嗰時候，我哋係咪不禁要問：究竟我哋係咪仲要堅持一個咁嘅政策呢？無可置疑，如果我提高各種税收，的確可能會減低香港對於外商嚟香港經商嘅一個吸引力。
這個的確要付出一定的代價。但我們想一想，我們現在的房屋生命，我們每一時每一日不停做足12小時，為的就是一層豆潤那麼小400-500呎的樓，是不是值得呢？是不是香港人應有的生命呢？是不是我們想追求的生活呢？早一年前，明報曾經做過一個專訪，發現了在新加坡，和我們情況差不多，在新加坡人家的國民住的居住面積平均是差不多我們的兩倍，但是平均尺價比我們都低了非常之多。可以一個這麼廉宜的價錢住在一些相對質素甚高的樓裡面，為什麼香港不行呢？無可否認，我們可能要放棄一些東西，但是我們想回我們現在的生活，每天做到沒有停手，就是為一個這樣的蝸居，又是不是我們應該 追求的生活呢？如果不是的時候，放棄高利價政策，增加累進稅的累進比率，又或者增加利得稅的稅收，會不會是另一個香港可行的出路呢？我們會不會值得為了追尋一個更加好的生活而付出這一丁點的代價呢？對我而言，答案是肯定。今集講到這裡，歡迎大家收看時事一丁，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iRead 是什麼來？i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公共出版服務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公民社會組織、網民等等，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和 blog 等等發成電子書，令到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這個就是 iRead。